没。不，你有印象吗？我没有，我把啊、哦，我有印象。我也没，我没印象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你可能不是正版原因，你听些音乐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一般都是听音乐的。啊，哎，那个就两个农场啊，真的没意思，我找不到其他的农场。对，好像这小村庄，这什么地方？这个都门都进不去，你看。嗯。他交易八个金锭，一个绿宝石。我的天！我有绿宝石的。你有绿宝石啊？在里面。你可以啊，我们可以看，我们看看能交易什么吧。他苹果在哪里啊？我们可以买七个苹果。我怎么回家？你直接走回家。蛮好的。对。他是可以啊，不是不一样的。我的天，他要什么？他们都是换绿宝石的，不是用绿宝石交易的。我们搬居到这里面吧，这平原这么好。对对对，去这边。就塔克拉玛干大大平原。别管了。对，管他什么名字，就搬到这里面，把东西都拿过来吧。看到有没有东西啊？没有东西了。我们就住在村庄里吧。有些还是有些东西的，我去拿，你就在这待着吧。我找点东西。对。对，我一路一边走一边打种子。这样种子越来越多，从一 KB 变成一 G， 对吧？对，对吧？对。哦，怎么就是没有一头牛？两头牛也可以，我们让它交配啊。但却一点都没有。天，怎么办？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？哦。马铃薯可以烤的吧？马铃薯可以啊，可以弄烤马铃薯，然后就是加的血变多了是吧？对，好三格吧。怎么你像太单纯了，像那个什么一样，像那个炸薯条一样，这种感觉。我把东西都拿过来，能找到吗？哦，能找到应该是。对，我是路痴感觉。嗯。你本来就是路痴，你就是一个大路痴，路痴徐福。哦，那边还有村庄，那边还有那个农田，我看到了。真的假的？好棒啊！我猜他在高地。真的，我去。我是刚没在骂人，我说我去，你的意思是 I go 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去，是 I。我勒个！我在哪里啊？这边。你人呢？在往高地方看啊、哦！我看到一个山，应该是那边那个地方，就是村庄附近比较高的地方。啊，我看到你了！啊，那是个农田，不是个村庄。那是村庄吗？是有房子的，有几个房子。那应该是一个村庄里面的。嗯，对，肯定是啊。对，你这么近。对。还有胡萝卜。我的天，真的假的？还有胡萝卜，这么好，我们可以繁殖猪了。如果我们看到猪的话。啊、哦，我看到猪了，是吗？有两头猪，真不容易。你把胡萝卜拿过来，我们把它带回家。你个人在哪里啊？那个我在这里。嗯。好的。我把他们带到哪里呢？我先看一下。要不要种上去啊？要种上去。对，哪里？哦，那里有栅栏的地方。你能做个栅栏门吗？没东西啊。你没木头。没木头。哦32个木头，够。把他们带过来，天色要黑了。有床要不要带过来？床带吧。啊，对，我忘了把床带过来了。蛮好的。天，最重要的东西忘带过来了。是。天，怎么办？怎么掉你家人？要把他们脖子动一动，让他们过来。这两只相爱的小猪，两只相爱的罗玉凤，一在一起。哦，天！我掉山洞里面了。人呢？人呢？猪呢？猪呢？猪呢？人呢？猪呢？猪呢？啊！有僵尸！有僵尸！有僵尸！野狐！野狐！哦，库里帕完了！他炸什么了？看到了。农田。你怎么办？我修一下。怎么办？修个毛！不修了，不想修。你为什么？哦，有骷髅兽在射我。把他们引到里面，看我多敬业。那个你在哪里？我直接赶紧睡觉吧。好，你人呢？你人呢？
我来了。好了，我先到一个房子里面。有床吗？我先到一个房子里面。我没有床。我在一个房子里面。你过来吧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你有床吗？没床。怎么办？我插出去吧。你先把门打开，我插出去。好。再见。祝你好运，英雄。Water 的。Water 的。好，杀羊了。你杀羊了？啊，你杀羊？哦，完了。我需要一把剑。我有剑，我有把木剑。我有把石剑。他有个帽子，附魔的。你有帽子，你厉害是不是？完了，我要死了。我有铁装，所以我不能死。全是烟草。好了 ，MLG 三个 M， 真是高玩。四个 M， 你有木头吗？有木头，32个。啊，小心后面有库里帕。啊，死了。我再帮你杀几只羊。啊，应该够了。我有三个羊毛。嗯，那够了。好的，走吧。我把这蜘蛛杀了。不，先滚、滚回去。拿几根线，然后再。看我拿几根，那里有那个房子有蜘蛛，我们换一个房子吧。换一个房子。我到教堂里面。对。这是教堂吗？对，是教堂。我的眼睛都要聋了。对，这我不知道，我管它叫什么钟楼。你在这里做个床吧。工作台，你确定吗？对，让我们再把床放上面呗。也行，上下铺啊。我在上面等你，住在三楼吧，最顶楼。嗯，你来了。还有一个，下几个吧。还有一个我自己做。我羊毛就两个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、啊？给你羊毛，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啊？还行吧。来了，睡吧。终于过了这一夜。你为什么？变态！我的天，真好听。变态，变态！我已经卡在墙里面了，你下去一下。你掉下去吧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在那里生成了，卡在那里面。那个先靠出来。这里有一个霸名，这里有个搓名，啊，他要求八个绿宝石来跟他换一个铁镐。跟他说，去你妈！我觉得等我们挖完了八个绿宝石，八个铁镐也废了吧，对不对？你在。不是，这个是有毒的马铃薯。我知道。神经病。你试一下。我有个穿黄金甲的僵尸在外面，而且不死的。你有线吗？有一根线。只有一根，做不了那个弓箭。那个怎么办？有个库里帕在门口。砍死他们！他们就是不死。你看我多厉害！你看我打他们。完了，太爆了。爆了，他爆了。黄金甲。哦。我掉下来死了。然后，那你全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我都拿走了。啊哈，金甲是我的，银甲是我的。你干嘛打我？我以为是那个僵尸跟过来。神经病之人。因为手速比较快，所以他就。神经病之人。反手打了一下。我的天。现在在看的人回复个一出来。没人在看，没人在看，好心酸啊！你才心酸呢，没有人看，我们还在做，对不对？这是优酷没有的系列，只有直播有的系列。哦，顺便是在看延迟而已。好的，我们，你没把那个东西种上去啊？种了啊！我让两只小猪繁衍了，繁衍了。对，他们有第三代了。是吗？对，是啊，是吗？哎，库里帕，再见。
他爆了，我才不管他呢。对，我找个农田把胡萝卜给种下去。胡灵鸡，胡灵鸡，胡灵鸡，把胡锦掏出，没。酷狗哦不，波狗不要封杀我。酷狗，酷狗要封杀我了。我在酷狗上直播我自己的声音，唱歌，很厉害是不是？哦天，这个农田炸的真有益处。你把面包？你益处生现在看没有？小麦有吗？不，你要不要面包？要，要。我喜欢吃东西，虽然我现在有点饱。传送过去。你为什么要总是要传送呢？那个是我的呀，那个装甲都是我的，你全拿了。对啊。你这怎么这样啊？不行吗？你啊，天，我很讨厌你，说实话，真的。天 ，DYB 不再看我直播，我好伤心。他不回我，他说他去理发了，我觉得他这是个借口。他其实没有看我视频，他不想看。他好，我好伤心，好伤心，好想哭，想哭，想哭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无所谓。撸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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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什么，我们现在需要挖矿是不是？现在。随便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挖矿，挖一大堆钻石什么的。我觉得我需要个透视材质包什么的，透吧，是吧？或者我们需要个矿物追踪，是不是？也行。那以太的有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可以方便吗？放一点那挖石机啊？挖石机啊，可以装那个 mod。但是装的话又麻烦了。蛮好的。我想想啊，装的话，我看这有什么 mod。啊，我现在不能，我必须要退才能看。算了，就这样，继续玩吧。嗯，我们还得到天堂呢，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下去挖矿。很蛋疼吗？对，上天堂首先得下地狱，这规则从来没听说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先找一个家住下来吧。我觉得这个家不错，你 TP 过来吧。不是已经在那个猪地方住了？不是，这里有个猪的，你看这后面就是猪了，养动物的。我们和猪住在一起，哎，然后这家具太难看了，把它拆掉。床吗？床，对，把床拿过来吧。上面有东西、啊。不可能的。我有。我把床拿过来。然后把所有东西拿过来，然后我们就在那儿住了。我去挖东西了。好的。来。我把熔炉也拿过来。没有东西全给你。哦，谢谢。怎么这么慷慨啊？什么？谢谢，你人真好。你人怎么这么好？我们要把这村庄弄好，对不对？然后让村民都开心。哎，这村民怎么进我们家了？炸了。怎么这个样子？怎么这么没礼貌的？炸了。算了，留着他吧，也许以后有用。让我们杀了张三李四什么的。王二。对不对？交易，叫他们杀了张三李四。哦，这房子挺不错的，外面得修一下吧。我们下去挖矿吧。哎，好了，你要那个铁镐吗？我做点给你。好的，我们还有食物什么的吧。工作台有没有？对，工作台。工作台都没有做个毛啊。对，工作台都没有。哦，我的天，天要了。人呢？人，我在这儿。接着。喂。好了，我先，直接下去吧，就这样子。往哪边下去、啊？有木头吗？有45个，哦，不对，46个。那也可以了，先下去吧。